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永和区的燕红酒咖喱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最近这一家店在永和非常的火红。然后永和下着大雨，其实下午就在下了啊。我可以跟各位讲，这个手机是新的，以后是我老婆了，但是我暂时先用，所以它的手机的重量我都要重新适应了，它比较轻哎。啊，这个是他们的招牌，啊，上面写着开心圣香，口口难忘，感觉有点像咖啡厅的咖喱店。好，那我们就两位就直接坐吗？两位吗？那我们有饭不够，所以可以用薯泥代替吗？好。OK， 好。那两位坐里面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嘿。好，那说过了啊，看起来就很像咖啡店，饭不够，哈哈，好，用薯泥代替饭也不错了啊。哦，这个墙哦，看起来真的很特别，然后有很多这个古老的玩意儿跟镜子。请问一下，这家店已经开多久了？七月底开，还不到一个月。还不到一个月哦，四五号。感觉贵店看起来很像那种咖啡店，对对，其实很像，对吧？哦，也很像，对，算日式咖喱，对。就是咖喱。哦，谢谢。好，那墙上的话就有很多这个很特殊的小玩意儿啊，然后还有柠檬水，啊，这是这个特殊的画的镜照，装置艺术。老老的。好，内容就是有白开水跟生菜沙拉。好，这个是 menu， 看起来很漂亮。好，主旨就写着谢谢你来。用餐规定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好像有蛮多特别的，其实不贵。炸牛排，炸广岛牡蛎，红酒一板牛香料咖喱。哇嘞，内容比较贵，哦，看起来很赞，就是它了。不错哦，广岛炸牡蛎，红酒猪排香料咖喱。哦，有的我没有点，我就没有拍照片了。好，这样可以稍微快点，让各位比较快了解。哇，不啊，后面有一些东西看起来都很有意思。好，那我们要一个红酒一板牛香料咖喱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是那个猪排的。那你刚刚选择果泥，一个是红酒吗？一个果泥，一个红酒。他猪排果泥啊，那我红酒。红酒。好，500亿啊。好，收你500亿元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先结账啊。哎，你们这有咖啡机，所以也是有咖啡啊。之后会买，但目前还在研究。OK。这个零块吗？这个柠檬水。嗯，就真的只是柠檬水。再来是这个沙拉。就这个高丽菜丝，然后应该是用这个，反正有种日式沙拉酱，忘了叫什么，好，就以前设备很常吃到。和风，嗯，水分有点多，但是沙拉还蛮好吃的。要是这个水分再干一点会更好，但是是不错了哦。然后这个生菜沙拉也蛮细的，吃起来也脆脆的。然后那我觉得分数是88分。好，现在我的就来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点的啊。好，现在赶快试试看，因为现在这个秒数都要精算。好，先赶快试试看啊。然后这个是一板牛，嗯，然后味道非常香，然后一个半熟蛋，好像搭配起来很好吃。嗯，然后这个牛排炸过的，好吃。
谢谢。对，所以我们 Google 评论的话会送可乐饼，然后需要再跟我说就可以。嗯，谢谢。嗯，好，总之很好吃啊，就是这个有日式风格。那旁边这个是什么？嗯，啊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也不错，是油炸过的。整体看起来乌漆麻黑的，但是很好吃。哦，我骂嘛，我骂嘛。嗯，但是好吃。嗯嗯嗯。啊，牛肉很嫩，那咖喱很香。你试试看，那是果香的。卡兹卡里，好吃。嗯，在我们家老幺应该会喜欢，不辣，不辣，然后又香，好，很好吃啊。好，那分数就95分。嗯嗯嗯，嗯，很香，好吃啦。其实搭配薯泥这样子吃也蛮好吃的，蛮特别的。嗯嗯嗯。好，就推荐各位朋友来试试看，很有这个台北美食街的感觉。嗯，好吃。咖喱的味道很浓郁，赞。啊，这个是猪排，卡兹卡里。嗯，啊，也好吃。啊，个人很推荐哦，可以现在这个颜色。咖喱的颜色看比较清楚，很好吃。各位朋友来试试看啊，这个很美味的咖喱。我现在这个颜色最好看。好，饭后还有这个简易的苹果，那整体的用餐感受都很棒。嗯，好吃。好，看很少吃的津津有味，好吃哈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拜拜。